年好像冇咁旺啊，等夜啲啦。我是慧丽，将会带领大家一同在这个圣诞佳节里歌颂赞美，赞美天主。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，阿门。我们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今天让我们聚集在这里，向大家传报耶稣诞生的喜讯。我们也感谢你一直的陪伴我们，好让我们可以顺利的举办各种报佳音活动，不遗余力为赞美并光荣你。圣经旧约里，伟大天父行了种种奇迹，他创造了天地，创造了飞翔的鸟类，行走的兽类，游泳的鱼类，他也照着自己的肖像创造了人，何等奇妙啊！
天地万物为我们而造，这都是天主爱世人的表现。天主对世人的爱更也是道，伊莎伊亚先知书中所提到。因此物主要亲自给你们一个证照，看，有位真女要怀孕生子，给她起名叫厄玛努尔，意思就是天主与我们同在。哎，这不就是新约里所提到的耶稣吗？我们如同小鹿，切慕着溪水，切慕着一份爱。
伟大的天父从不食言，就像旧约里所提及的，他向世人的承诺，派遣自己的亲子到世界上拯救世人的承诺，终究实现了。于是，主耶稣在这一天诞生了。怀着主耶稣的圣母玛利亚，因找不到客店来生下主耶稣，而在城外的一个马槽里停歇了下来。当耶稣诞生的那一刻，天上的星星照射在马槽之中，在城外放羊的牧羊人都十分开心地到处去传报喜讯，天上的天使也都开心地奏起歌来。这一天，主耶稣诞生了，救世主诞生了。自己的亲生爱子降凡人间，为拯救世人，这份祝福，这份爱，我们确确实实感受到了。
放下尊贵的尊荣，平等的与我们世人同在，身体力行，完成天主爱的使命。天下万民都沉浸于欢乐之中，有如从黑暗中看见了曙光，从希望中找到了希望，从死亡中复活了起来。因为天主让自己的亲子主耶稣为我们诞生。最终，主耶稣为了完成天主的旨意，被钉在十字架上，最后却死而复活，而升了天。在那之前，他给了世人一个使命，就是把爱传出去，而且更派遣了圣神来到我们心中，好让我们借着圣神，借着天主及耶稣的祝福，而活得更坚强、喜乐。把爱传出去可以很简单，哪怕是最小最小的事，都可以算得上是传爱的工作。现今的我们也必须谨记耶稣说过的一句话：你们对我任何一个弱小兄弟所做的，都是为我所做的。
圣诞节真是一个充满意义的节日啊！在这一天，没有人应该沮丧，相反，应该趁着这个佳节，让大家看到天主的爱，天主的计划何其伟大！各位兄弟姐妹们，喜悦吧！让我们做天主最活力充沛的使徒，让我们接着这个圣诞洋溢，在天主满满的爱中，感谢天主，感谢天主，让我们可以因他的名聚集一堂，分享这份喜乐。借着天神之名，阿门。圣诞快乐！圣诞快乐！